所以如果麦当劳那边可以说是海风啦，海风，海风哈，因为南风是往这边。那个很有公共电视那个报道的感觉，好像在看我们的岛。刚刚说闭眼睛的话，这位是反核的讲师啊，真的啊，然后去反，就是那个去我们的岛，现在在切记者，我们的岛啊，对，啊，那没事，就是有画面的。那个我现在嘛真侪经验咯，因为吼，因为伊来咱闽寮这边遮吼，可能拢各村头拢咧走，啊，拢咧共人说明互听，啊，因为吼有也搁啊嘛拄着一寡迄啊无理的吼，无理的民意代表吼啊出面出声甲因呛，啊出声甲伊呛，所以讲吼，伫即款情形下，事实讲起来，我感觉讲。你真是吼，你有这款勇敢啊，这款哦做迄落这个勇气吼，我感觉足钦佩你嘛，安尼哦，感谢你啦。啊，嘛是讲吼，事实讲起来嘛，拄啊选举也要到啊，我是讲吼，若有啥物较内较迄落的吼，你最好是拢莫去找遐民意代表啦。你要去找遐民意代表，伊也唔敢讲啥物啦，伊也唔敢讲，要叫伊讲啥物，你莫讲啥物啦，讲找村长就好，村长你要叫村长要讲啥物，伊也唔敢讲啦。我迄阵吼，我这是一个补充一个啦吼，当初时啦吼，伊海洋补偿的这条吼，我还无上村长，伊就已经六千就开始伫遐就公告了，啊公告了，我迄中间的时。伊是讲放蛤蟆哦，到尾啊，伊甲你公文给我吼，甲你加两句，哦，这普老啦，普老，普老，普老就是讲你掠的物，掠海的物件哦，这普。捕捞啦，捕捞啦，捕捞！我咧讲国语哦，我讲什么？哎，捕捞啦吼，捕捞啦吼！啊，即阵我讲，我感觉讲吼，伊头一个是写讲放蛤蟆哦，啊尾啊，佫甲你加，尾啊一挂号，佫甲你写捕捞落去安尼咯。啊，我接到这个公文了吼，啊，我拄啊上面传掉了，好，我就赶紧我讲，啊，那对，你安尼你六千你安尼就唔对了哇，我就。拍电话给因经理咯，我讲你较早恁的公告是写放蛤蟆哦，放蛤蟆有放蛤蟆的人哦，你怎么搁加这两句落去？全部掠满灾，掠满灾啦吼，那是拢讲个掠乌鱼灾啦，什么反正杀目灾啦，什么拢无去咯？你安尼都我跩渔民，你安尼都安那对？我就。赶紧就爱去找伊，我讲迄张公文摕来就赶紧拼，赶紧入去找伊，你知道？我讲你甲等我，我马上到。阮即块即马就是即块船长啊，即马即块船长啊，林清池啦，已经传即阵跩传六千跩人，跩主管伫遐等我呢。换伊传来主管伫遐等我呢。啊，我去，伊是坐头一个呢。即块会议桌吼，伊坐头一个一只呢。伊坐头一个伫遐啊坐咧，啊，佫脚翘翘看呢，安尼呢，还伫遐等我。我去，我甲伊讲一句话，我讲吼，你我摕迄公文互伊看，讲我迄阵伊个主管的迄个，叫做。什么名？哎呦，江国正经理啦，江国正，江国正，真啊真，真江国正。我迄个是，迄足厉害哦，迄这个人是足厉害，我才面接触到，这个确实厉害。伊吼迄阵是王永庆的。啊，一个真正一个助手，足厉害。我去吼，安尼，我摕迄公文落去看，我
我讲你哪里唔对咧？恁较早公告这张，啊，即摆阁换这张，安来？那对，较早是放蛤蟆，即摆阁家己捕捞。啊，你加加捕捞落去的话，一寡渔民啊，有伫海里食咧，讨咧啊，拢全部拢去咧。安尼那对，伊即个船长坐伫啊，伊安怎？卖插伊啦，笑诶，偌可恶咧！偌可恶，就偌可恶了。即个船长啊，啊，伊已经伫遐，伫内底已经咧提好事啊。即个阮即个船长已经伫内底，已经伫遐啊，伫遐伫个，伫个伫遐咧慢慢啊，伫遐已经伫咧哦，提伊好事啊，伫提伊工事咧做，伫遐已经做好个，做好个，就是安尼。到到即阵你甲看，趁歹数，伊安怎趁你知？你若有想要做，我甲教你啦。我教你，我甲教你一日，伊这招偌厉害呢？伊即摆吼，伊去找这个主管，找这个职场的这个主管。啊，你予我做吼，啊，我若做的吼，我三成、两成、三成分你啦。用安尼咧做呢？伊是用这个认清底是安尼咧做呢？所以讲，伊个伊即摆到目前个时是工人个上侪，啊，佮因囝婿嘛伫内底，张克忠，咱广泛讲个副主任委员，就是副主任委员，啊，即摆是咱三省社区个发展协会个理事长，理事长佮再理事长，啊，佮做过佮再共串别人个佮共做过佮做。伊都，干那要做大，啊要去六亲提工课安尼啊，啊要六亲提工课尔，就是安尼尔，干那安尼尔，可怜，哦，地方就是安尼，伊个少年的恁来，哦，啊恁都会当我安尼，我看，都嘛是吼。啊，不过吼，即个中间拢会拄到迄个瓶颈吼，啊，就爱嘛是爱冲啊，因为每条无甲冲开吼，无甲冲破吼，嘛是会叫冻掉嘞吼，就无法当阁继续阁行咯。因为吼，即有拄到一寡吼，难免拢会去撞到一寡即个难关啦，或者一寡阻碍啦，啊，一寡地方的吼，我都讲地方的一寡。在地头蛇啦，啊无着吼，像我民意代表拢是要想讲摕看有济无吼，因拢不择手段。伊吼，你若小可讲一个讲吼，讲一个因的歹话尔吼，伊即摆伊着开始着出声咯，伊着开始着甲你有诶，搁甲你恐吓诶啦，有诶啊，搁用恐吓诶尔。所以讲吼，你毋免惊，你做你吼，对诶，你着捌做啦，对诶，你捌做。阮遮吼，阮遮老咱黄百姓吼，阮遮黄百姓吼，有啦，阮遮黄百姓吼，啊才行有路啊，啊才有瓦靠啊。啊，恁遮少年个，看恁遮少年个话，无算是无法度啊。这个要讲，这个要讲。